我数三二一，我们就开始没有声音了啊。嗯。三二一。自己调整微调，做的最舒服的状态。如果咱们能找一师傅，是那种让你定下来，心定下来，就是、能对，能静心，心定下来，我觉得特别酷，我觉得特别酷。用鼻子吸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呼。浑身放松，耳朵放松，头皮放松，眼睛放松，鼻子放松，肩膀放松，脖子放松。背放松，腰放松，浊气让脚心出去。收。我的头啊！好好好，凹腿，这是练柔韧度的。
面膜，我的天哪！刘宇宁，你那面膜长脸上了，对不对？我中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腿麻，后来就感觉不到。嗯，一远一远就过去了。对。好了啊，现在睡了。好，师傅，晚安了，师傅，晚安。